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维多利亚的城堡，跟我一起骑 Youbike 上班吧。自从我开始骑 Youbike 上班之后，每天心情都特别的好。希望每天都是晴天，让我可以每天都骑脚踏车上下班。每一秒的风景也都不一样，一路上可以看到各种的小惊喜，像这样的小惊喜，还有这样的小惊喜。Go go！河堤旁的脚踏车道让人有远离喧嚣的感觉，跳脱吵杂繁忙的城市。骑到目的地真的是满心的成就感，觉得自己超棒。Away from all the traffic, not doing that bullshit. Woohoo! 河畔小飞侠。特别是经过快要到公司的路，旁边总是车水马龙的，但是脚踏车道就只有我一个人畅行无阻。